和杰微博又对粉丝评论，他表示，我对得起上一段婚姻，也从未插足任何运气的家庭，我对所说的话负法律责任，这事啥时候能过去。陈意涵微博公布怀孕，还打算情人节领证，怎么感觉都不知道啥时候谈的恋爱二啊。蔡徐坤发微博期待四儿子的首发舞台，随后发现这应该是他的第五首新歌，删了微博又重新发了一条，还不断评论自己微博，最终还是都删了。粉丝说删菜上线了，云溪传番外播出，因为正片大结局不够圆满，剧迷们都期待番外会有什么甜甜的桥段，没想到就像看了一边主题曲 MV， 原画面加上独白，让观众有些失望。新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简直就是撒狗粮，没底线啊。颖儿对付辛博的微信备注曝光，这个 low 包包代表啥呢？中日友好医院发布声明，更正林更新婚检状况未婚，同时采取相关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林更新工作室也发微博表示和解，卫龙 CP 又发糖了，大卡路里融入进去竟然没有一丝违和感，昨晚的幸福三重奏也在不断撒狗粮，老公们 battle 包虾，福原爱说人生理想就是在家门口等老公回来，现在也实现了，真的是七夕要来了呢。贾静雯求姐姐的婚礼还在计划中，时间尚未确定，想想如果让孩子们做花童多美好的画面啊。苏丹发生帆船事故，船上载有超过40人，截止昨晚已造成23人遇难，希望剩下的人可以平安。女子穿旗袍偷手机，因为感觉旗袍端庄不会被怀疑，又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这年头小偷都注重外表了，真爱无国界，语言不通恋爱靠手势，如今杨媳妇也能说一口地道的家乡话了，狗狗一坐在副驾驶就要牵手，这位姑娘你怕不是第三者吧。每日一猜今天的话题是，美中必追的只是哪部把春归橘子娱乐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转载侵权必究。